第十五代孔子圣人，孔子姓孔，名丘，字仲尼，系水精子化身，降生于鲁的，出世鲁，曾访师七位，后问礼于老子，使得真传，周游列国，宣导于天下。其道正交两间入相而不着相，由相超气入礼，晚作春秋，山师书，定定礼乐，继往开来，阐发真理，开儒教之嫡脉，传之颜回，复传之岑子，心法相授，一贯相传。